桥仁国小国乐团的精彩演出媲美专业水准，博得了满堂掌声。小朋友们不止音乐学得好，还很有爱心。为了帮助弱势，国乐团成员拿出自己的零用钱参与蔬食市集的爱心义卖，帮助到他们，可以让他们上学，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多吃一点素食，可以帮助到地球，买一些东西顺便也做个慈善。慈济台中民权会所举办音乐会及蔬食市集，吸引许多社区民众来购买蔬食产品，就是身体健康这样子。现场也有蔬食 APP 的推广，透过行动科技能够推荐临近蔬食用餐地点，消费还能跟店家一起做公益。蔬食市集加上音乐会，内容丰富，最重要就是要邀请我们的会众走进我们的会所，活络我们的会道场之外呢，也借由市集来推动我们的环保跟茹素的一个概念。音乐会及市集活动结合社区，让更多民众能够融入丰富的慈济人文。大爱新闻张桂端、李月维、欧阳光辉台中报道。同样。